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不仅用苏州童谣欢度中秋假期，还会制作各种美食满足自己的味蕾。在树山村经营农家乐的钱明，为了迎接女儿女婿回家，特意准备了一桌团圆饭迎接两位年轻人。他说，苏州人讲究不食不食，即使一块肉也能详细划分出季节感来。人们春季常吃的樱桃肉，色泽殷红，光亮悦目。荷叶粉蒸肉是当地人夏季的不二之选，而入秋之后，量大管饱的方肉成了多数人的选择。不过和大多数人选择用猪肉不同，他这次要用女儿喜欢的羊肉做成红烧羊方。如何将脂肪层并不厚的羊肉做成羊方，做出的羊方又如何呈现出果冻的质感，揭晓答案之前，咱们先跟着钱大哥的表弟张守军看看用的羊有何不同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已经来了，张哥，张哥，哎呦，哎，要我帮您吗？不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来。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对，这个是来喂羊的，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叫翁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找的这是山羊，是吗？对，这是山羊。张大哥说，羊吃得好，自然长得快，而他选羊时，同样有门道。你看这边有一个黑白花的，这有一只纯白的。我们就试试用那个黑的黑花的，它的烧出来这个鲜度还要鲜一点，它是杂交过的。哦，黑的相对来说它的肉质比较肥一点。哦，口感更好，哎，更适合我们要做的这道菜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明白了。杂交后的山羊，体型大，肉质肥，当地人喜欢用它们烧甲鱼，汤鲜肉嫩，是鲜上加鲜的完美阐释。不过张大哥表示，这次做的是羊方，那就必须用树山村三宝中的一宝来助力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树山有三宝，树山梨，有杨梅，还有树山的碧螺春。那这一宝应该就是梨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就是我们的翠冠梨。翠冠梨因果皮呈翠绿色而得名，因为核小肉多，果肉清甜多汁，深受苏州人喜爱。哦，它里边的汁水是很足的哈，然后它这个皮呢，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薄的，它是有一定的那种口感在的，对，很脆很脆的感觉，是吧？清脆的翠冠梨，再加上肥美的本地山羊，不知道钱大哥如何将它们料理成团圆餐桌上的红烧羊方呢？他表示，首先在选材上就有讲究。我看我们其实是挑了我带回来的这只羊的中段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等一下我来马上来砍一下。好，那为什么要选这一块？是因为有肥有瘦是吗？对，有肥有瘦，这个羊很好。钱大哥说，羊的中段肥瘦比例最为均衡，是做羊方的首选。将它们改刀切块，简单焯水后，钱大哥就要展示给羊肉去膻的首要环节。好，把这个必须要抠掉，这中间油的都要抠掉，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，表层的油要全部把它全部要处理掉，全部要处理掉。抠掉羊肉表面多余的油脂，可以部分去除羊肉的膻味。钱大哥将十多种香料和羊肉一起置入锅中，先前采到的翠冠梨就要发挥奇效了。这个是树山的梨嘛？对，树山翠冠梨，对。其实正好又是这段时间，这个最好了。那这个梨加进去，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？浓稠了，就不有水果的清香味了，不一样了。哦，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浓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加这个冰糖，还要加进去啊，这更加浓稠了。翠冠梨的加入可以为羊肉增添清甜的口味，再加入老抽调色，料酒去腥，生抽调味，冰糖增加汤汁的浓稠度，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。
经过三个小时的文火慢炖，翠关梨的清甜和卤汤的浓郁滋味逐渐渗入羊肉的肌里，油香肉香混合着水果的清香完美适配，混合成让人难以抗拒的鲜美滋味，钻进人们的鼻腔。哎呦，现在这个味儿啊，很浓。我马把它拿，把它马上拿起来，可以起锅了哈，起锅了。我看到这个，其实想到一个词儿哈，就是苏州这边不是讲究叫浓油赤酱吗？这个效果就是浓油，它达到了是吧？哎，我这个汤汁厚得不得了。哦，汤汁浓稠的意思。浓稠，对对对，不是说油多。苏州人有句土话叫浓油赤酱啊，浓油赤酱，然后里边这个酱汁确实是偏那种深红色一点。对对对。红烧羊方。汤汁浓郁，酱香四溢，但此时还不算完，接下来的环节是制作羊方的重中之重。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？对，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我现在来抽这个骨头。我来把骨头抽下来。嗯，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。对对对对，很烂的这个。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。肋骨拆掉。钱大哥说，做羊方讲究慢工出细活。抽骨的过程必须极其小心，稍稍用力过度就会让羊肉散架。不过拆骨后的羊肉非常薄，这也能叫羊方吗？钱大哥说他还有妙招，只要加厚。加厚，对啊，我两层把它叠起来，叠起来会压一下，然后上楼上楼。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，但没有想过一加一就等于二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马上可以叫它厚出来。那这个怎么叠呢？是直接两块把它叠起来，底对着下边的这个，对，盘子压一下，对对。把两块肉叠一起，这肉方难道不会散吗？钱大哥表示他还有妙招。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，压个十分钟，然后放盘，放在这个盘子里面，上笼蒸，哦，上笼蒸个十分钟，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。那其实我觉得很烂了呀，还要再蒸吗？蒸一下效果就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。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，待会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钱大哥说，把羊方上锅蒸十分钟，可以让下层肉皮的胶质逐渐渗入上层的羊肉中，紧紧粘连在一起。出锅后马上清口解腻的西兰花和菜花，最后浇上一勺炖肉的原汤，一份浓油赤酱的红烧羊方大功告成。